家今天是基尔贝克、辛沃克、布伊德、林俊杰还有钱肯尼担任先发五人，在国王队这边苏世轩、路易士、杨敬敏、曼尼高还有林书豪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梦想家在少了卢冠良这一点的射手的话，其他人能不能够做出贡献？对，卢冠良今天也是从板凳出发，多一些的出手。好，布伊德从外面绕进来接球，直接上篮。曼尼高地板球再给世轩，再回给曼尼高，起身被扒过，打在前框。哇哦，马布尔这个进攻篮板被他争取到之后呢，前五得分。哇，这个二波啊，阵地战目前看起来也陷入一点问题。曼尼高前后补防相当快，再给奥蒂，在阿吉的面前出手进。奥蒂又非常棒的 fire out， 他投篮能力算是在国王队里面非常出色的。对，211公分啊，基本上本土球员没办法守他，但是他也来不及守布伊德了。球给苏伟，现在看看双方替补球员上场之后的表现。杨敬敏投进了双方的第一记三分球。陈正杰上来之后是负责防守苏伟，海燕球交给阿敏之后再送到曼尼高的手上，进了。好球，再回到简浩的手上，剩下最后一秒钟，外线的投射没有。龙一棒，马布尔第二波的进攻拉杆再进，哇，他今天得分都在二波拿下。对，双方一个三分球的差距。哇，奥迪倒地之后让大 B 在篮下捡了个便宜，还造成阿敏的打手犯规。14-9，奥迪给球之后顺势帮凯燕做一个掩护。海燕在双线位置出手进，还需要再有耐心一点。海燕再把球丢出来，曼尼高弧顶位置的三分，哇，他两个，小心哦，奥迪要来打他，大打小，奥迪有211公分翻身进，这两场。16-14，国王队逆转战局。陈正杰底线的抛投球弹下进，底线出好的出手 in and out， 曼尼高再抓到进攻篮板，挑战篮筐。奥迪现在由布伊德来防守，好换防之后，奥迪这边是有大拉小机会，果然他拿到球，但是大逼出来也来不及，低了，所以双方都是以矮个子打快速部队。阿吉这个超前之后直接交给布伊德飞扣。你看今天的阿吉真的没有度了，底角其实有马布尔等在那边，但布伊德选择攻击篮筐，再抓到简佑哲还补了回来，哇，这真的很穷啊！啊，撞开之后，哎呀，两分拿下。哦，背后给球，奥迪接到大 B 也来得及时。前朱豪给底角阿米狗，刻意的后撤步外线去，杨敬敏。阿吉晃开外线，林俊杰终于有了团队16投零中之后的第一个三分，终于啊，哇，打到上半场剩下三分钟的时候才出现第一颗啊。对，我们只能把阿吉的选择不切底线，再回给阿吉十倍，杨敬敏超到曼尼高，哦，直接左边上篮得分，2分09秒，哇，一样的战术，这是国王队非常常用的底线战术。辛沃克这边有点危险，会被包夹，给到布伊德外线进，这就罚球线。辛沃克倒地球掉，哎，还有机会吗？右边上篮进，球进之后红灯也亮起。哦，苏世轩，但力量跟大 B 真的差蛮多的。小挡小做，奥迪反变成一个外围射手，哇哦，哇哦！布伊德，这个时候打得辛苦，大 B 左手直接拖进。曼尼高帮林书伟做掩护，来了三分球，再打，
这次又比较聪明一点了，走 over 了。曼尼高，白的外线。下半场国王队外线率先，分数有被拉开的迹象，八分差。上半场几乎都没有这样的差距，浅浅你拉高了弧度，有了。哦，这是给到右半边苏伟，再回给曼尼高，送外围，苏伟又来一记，连续的两。苏伟已经过了阿吉，交给曼尼高，哦，变成二打一了。蓝吉米回给曼尼高，切打比第一步就过了。今天目前为止的关键人物就是他哦。没投进中，奥地波出来，苏豪，阿敏三分线的出手进，要暂停了，要暂停了。篮板，脸上也要被招呼个两下。哦，这边是奥地成功的防守。奥地带到外线出手，哇！团队的第六个单节三分。等到我们的第六支啊！国王队现在打起来很有自信哦。苏伟翻身的跳投，潇洒的两分。哦，现在梦想家这边变成布衣的一个人单打了。对，杨将就是 Medical， 本土就是李凯燕。凯燕。不择手马步，哇！这两分，哇！又是一个防守的交代不清楚啊，被李凯燕在底角惩罚。马步在凯燕的面前，哇！没碰框，所以凯燕今天的防守，这里多次称赞他。冠良有了，终于啊，卢冠良在面对苏豪的防守再绕出来，还剩十秒钟，冠良这边有机会了。空档他能不能再进一个，有了 back to back 的三分球，果然是回到了十分差。马布再给卢冠良，先过了第一线之后到禁区送球失误，要路易斯上来帮他做掩护。时间不多了，面对大 B 地板球送进去了，好球啊！凯燕球被拨掉，吴宇德算超截一个，然后快速的进攻，阿吉助攻。阿吉今天真的最好。外线杨基明短，第三波的攻击交到李凯燕的手上，三分球。抓的已经很好，保护下来了。我觉得你又因为失误，让对方有二波、三波的攻击机会。林俊杰的外线进，结果在罚球线的跳投没进。梦想家试图把节奏带快，阿吉后仰出手，再进一个，连得五分，完全没有在故意的。重新回到阿吉手上，他个人已经连得了五分，看起来打凯燕越来越有心得了。在凯燕面前七分了，所以现在回到两个三分球的差距了。奥地外线投射有三分命中，哇！刚才被阿吉打了好几个球。再给阿敏，剩下四秒钟，奥地翻身的出手进，哇！加给逆转。那今天打到第三节的国王队一度领先十八分，奥地三分线的出手又有了，哇哦！这节的林俊吉面对奥地地板球送进去给布衣的插板有，苏豪在角落被包夹。再给苏伟，没有选择外线，是接到禁区正面打板。哦，苏伟这个球，这个本来是一个外围投射，也很合理，但他最后还是在选择突破。九分的差距，布衣德男孩跳起来，十分差的比赛。哇哦，这边苏豪的协防奏效，曼尼可是不容易。何冠良，田肯尼，哦。苏伟，我给苏豪，三分线外林苏豪的出手有了，他的第一记 field goal， 要看起来为比赛，哦，好手太多了，对，
再交给苏伟，一人投一个。上半场先黏在猫火的旁边。对，今天在国王队整体上半场攻击很低迷的时候，凯燕真的是一个关键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是。哇，大 B 赏了一个火锅。好，现在梦想家也不打算防守，因为国王队没有要进攻的意思。87-73，国王队在这个系列赛先输掉了第一战，但是后面拿下了3连胜，现在率先停牌。对，我觉得就领先者来。